food adventurer Sarah Yu， 快乐如歌的玄子美食特派员，还有我们另外一个美食特派员伊莲。我们今天来到 Kroran 新疆餐厅，今天要带大家来体验新疆风味。我们要进来吃烤全羊，对，手抓饭，烤包子。我跟你说，刚刚在讲的，我饿得饿死了。那我们进去，快点进去吃吧。Let's go。兰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城市，就是有将近7000多年的历史。就我们的食物呀，都是怎么说呢？跟很多其他 culture we have a fusion。看来不是来吃饭的，我们是来吃文化的。And in Chinese it's called 烤包子。烤包子，其实我听说新疆烤包子有很多种，这是其中一种。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快来吃烤包子，我饿死了。这羊肉，洋葱，然后黑胡椒粉，新疆的面食为什么好吃？可能就是因为它的小麦的生长周期比较长，所以它的麦香味特别足。It's got a lamb.And the main ingredients is onion. So we marinate the lamb with onion. We dice them first, and then we make a dough. 这有点像那种千层饼，对，有点欧洲的 influence。对，三角包吗？对，像法国那种做法很像。It's called big boy chicken. The tricky part is how we cook the potatoes. It has to be soft and it has to be right on the spot. We have green vegetables, we have green peppers, we use onions. 最重要就是他们面条是自己做的，是手工做的。对，我刚刚看到厨师的，我还问厨师说，哇，让你每一盘都是这样亲自这多费功夫啊。像河南的那个烩面，然后这个面跟那个大盘鸡的那个汁在一起，它就蟹特别的吸汁，你吃上去比肉还香。这个鸡也不错，我觉得鸡也很入味，很香。过油拉面。过油肉拉面。啊，这是牛肉。过油吗？是的。对。这也是用手工做出来的。对，我们的拉面就是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是你只要定了，就是你点了拉面了以后呢。就会有人就是现场给你把这个面拉出来，对，就不是说是放在袋子里的那种加工过的面，这个都是很 original very authentic。 因为我们就是小时候家里的母亲们，他们也是下了班以后，如果家人要吃拉面，他会自己擀那个面，然后把面给拉出来。对，手抓饭，新疆手抓饭叫做 flow。手抓饭是有技巧的，因为它刚才它有点是把那个汤先煮好了，然后再把饭丢进去，把它煮到后面，然后再稍微蒸一下，然后再所以它那个饭好香。拿这个胡萝卜，而且黄胡萝卜和红胡萝卜，然后洋葱啊什么，反正食材在一起。就这一道饭就可以又当饭又当菜，就其他都可以忽略了。所以说维吾尔族会加一点酸奶，这样的话你的就是你的血脂就不会那么高。哦，是这样子。新疆炒米粉。新疆炒米粉，这个是鸡肉嘛，对不对？对，就是新疆炒米粉在新疆很有名的 target 就是。初中生跟高中生，就是每一个新疆女孩，对，我们都有自己，对，就是炒米粉的这样一个回忆。对，就是每一个学校旁边它都会有一个小店，它就是卖新疆炒米粉。对，然后我们的那个酱也会蘸着馕吃。第二个酸奶在都会蘸。But before we ruin the taste, the lowest we can do is about 3 or 4. Yeah. 4. If we're doing 3, then it's not gonna be 炒米粉。烤全羊 来告诉我们的烤全羊，对，这是一个好消息。如果家里搞 party 就 order 一个大的烤全羊，又气派，然后又半张桌子这么大，大手抓着吃的。对，这个不会也是羊腿吗？这个就像武侠片一样，抓着这样，每次都给他那么大块。我觉得它的口感真的跟羊腿不一样，对，我感觉就羊腿会比较软，然后这个是比较脆，然后更有弹劲儿。都
知道英式下午茶，还没有尝过这个新疆的下午茶，今天就带大家来尝一尝地道的新疆下午茶。哎，他们都看起来很特别，就不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些，它只是有茶叶花的味道。就是新疆人早餐也会喝茶，中午也喝茶，晚上也喝茶。吃的奶酪，奶酪啊，对，自己做的 cheese， 对，我是我们自己做的 cheese， 就是比较 Turkish style 的 cheesecake， 所以说跟美国跟欧洲的 cheesecake 不太一样，又甜，但是不会甜的那么腻。来来来，下面这个果仁是什么？开心果。这个才是我们，对，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千层。哦，真正的千层，土耳其千层。这两个是一样东西吗？还是它的纸材料是一样的。Okay. 每一层都是比纸还要薄。蜂蜜蛋糕，好吧。对，这个蜂蜜蛋糕也看上去有点像那个千层蛋糕。然后这个是比较传统的新疆的一种甜点。对，就是最 basic 的蛋糕之一。Oh, 对，它的每一层这个好松，对不对？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吃啥饭，也非常感谢两位帅哥美女邀请我们来品尝新疆美食。谢谢。是的 ，And next time is so fun. Hi, I'm Fred from the Foodie Evangelist Aaron Yu. Bye. See you guys next week. Bye. Bye.